看来这次台风对温州的袭击都是很大的，大部分都是已经泡水了。还有不少的居民他说是被半夜的风吹醒了，然后形容风雨的来袭犹如地动山摇。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
可以看到引发的山洪很大，好像有些人如果不小心的话都会被洪水冲走了。据报道称说，江西的九江市都昌县一名66岁的农民因为日前牵牛的时候被新庙湖的洪水冲走，据称家属是九天后才找到了他的遗体。但是当地的县委宣传部竟称今年洪水发生至今未曾出现因洪灾致死的个案。他说这个农民只是因为自己牵牛的时候跌落了池塘淹水了，说是一宗意外的事故，竟然说他这个不是因为洪水的问题，是因为他自己丢下去水里了。他们这些官方的真的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的，他们说为了维持数据的好看这种话都说得出口。不过也是啊，他们也不把这些洪水的事件好像当什么大事，在我们看来就觉得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到现在他们的领导都没有人去慰问过，是吧？他们对水灾的事件没有人去慰问，可能是因为他们太忙了，他们又忙着粮食的问题，他们现在还出了一种新米叫做洗米，看来小粉红应该会立刻就去买这种米了。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除了云南发生的这个泥石流之外，甘肃也是因为下雨发生了泥石流。